海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两天没有睡觉了。今天又追加了2000条，来涨3000，3000，昨天一天就卖光光。可以问一下等多久了吗？可以问一下等多久了吗？1个多小时，快两个小时，快两个小时，大家都在排。今天又追加了2000条，来涨3000，3000，昨天一天就卖光光，海生意好得不得了，两天没有睡觉了。用行动表示，对啊，因为行动表示支持。我们是台中人，然后他来台中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支持。听说是从昨天你们就来这边了，对，就先来摆东西。感觉怎么样？很多人潮，很多人，这次真的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就是要看国语。那给他信心，做男士都表示支持他。我总是为人民着想，为人民，像人民起跑，他是为人民一起在发大财。我觉得他有机会，看他把高雄的之前都是好像都是民产制的嘛，要不一样。我觉得他这个把我们东西销出去，因为我朋友在新加坡卖水果，就在吃水果，他说很久没有吃到台湾水果，然后过了下去，他直接跟我说，他真的有吃到台湾水果，而且又看到国外，他把那个板子放在新加坡那边，就是超市。他是真的有能力啦，为台湾的话，现在期待低啊，薪资也低，所以恭喜都表示他，看有没有给我们年轻人不一样的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机会吧。邓帅，邓帅，但是祝福他千万不要粉身碎骨，但是为了我们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，希望韩国市长全力以赴。因为这套衣服有它特殊的意义，它是妙德生。烈士，我们当初所穿的同样的一件衣服，那这是一个国民政府时期的北伐军服，那我们穿这套是希望韩国瑜能够北伐成功，到凯道到总统府为全体的台湾人服务。那韩国瑜也讲了，6月1号他有说到要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，第一个粉身碎骨的捍卫中华民国的就是妙德生上校，但是我们希望韩国瑜不是要粉身碎骨，而是要为了我们国家安全、人民有钱，全力以赴。